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让我为你唱毛毛。那那叫弹啊，他那叫弹琴啊，蹦蹦蹦，他根本就没有章法，弹琴没有章法。你不要说啊，我好像说他很会弹一样，我的台风感觉比他好啊。当时这么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，我当时拿来那个吉他，我就咣咣咣弹了，原来修补了。就是当那个他的等于隔的主办，啊，有点低，滑到低了，走吧。什么都没有，一张纸这样子来挑了。我就是为了这场戏稍微瘦了一点，却没想到这个温雅又把我拽回去了。刚才说了，你一进来的时候，哇，瘦了好多，不是一点。然后温雅一上，就得七个人拉我。走，我走了，导演。拜拜。关注花花酱，花絮看到爽。小师弟，把他也救我。小师弟，把他也救我。馒头，我也害怕。挺羡慕。好，好会放，好会放。哇，好酷啊！我刚才笑是因为我刚才有一段突然都吹着岔气了，我这样了一下，我就这嘴角的血三天了还不干，你来给我，不许你再流血流泪，然后再掉下去，都好。
OK 了。好。好。开始交通作业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关注花花酱，花絮看到爽。寒霜是林苍兰研制的，你为什么会知道如何压制？如果说你们是共同制这个毒药的话，那他就不会。是林知道的也是，对，我不知道。知道的也是，不知道。就我治的这个毒，为什么不记得呢？因为我只有七秒钟的记忆。于是我操，这还没到你说这个。一个人喝醉。下班东西都拿走了，你看一个不剩。元尊祖的背后，大步，对，顺，往这儿一续，对，顺一下，哎，这样好，就这样。这个有了，没了，走走走，是的，白师兄，看一下班，一下班，录了录了，一下班东西都拿走，换个罐吧，一个不剩，你看，关注花花酱，花絮看到爽。